睿智明亮的双眸，洞彻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沉稳摄受的法音，唤醒了众生昏迷的自信。和善亲切的威仪，蕴含着不舍众生的慈悲。这位八五高龄的长者，毕生从事于多元宗教的义务教育，他就是我们最敬爱的上净下空老和尚。净空老和尚学习佛陀圣贤教育60年，弘法53年，即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、藏传高僧张家呼图克图、如佛大家李炳南教授三位老师的教学精华于一身，融会贯通，深达旨趣。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，至诚感通，深契今佛如古佛再来之心要。老和尚生于战乱之际，自小颠沛流离他乡，念念祖国，不舍苦难众生，深刻体会世出世法德学之成就，端在诚敬二字。治国安邦，和谐世界，唯以诚敬心学习圣贤传统文化教育，绝无批评比较，才是根本。